逆天翻盘，拜托让我赢一把，今天只赢过一把，有啊！我要秒杀小啦 ！Hello， 大家好，又来喽 ，Skin Club， 看到我这个笑容，就知道是有什么好玩的环节了吧？当然就是我们最喜欢的抽香环节。平常呢？不能抽香啊，但是在介绍这个好玩的抽香玩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小抽一下。那 Skin Club 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，你可以在各个电子竞技的场合、各大比赛上面看到他们的这个商标。这个我相信大家有在看比赛的人应该都不陌生的。就是最主要的，就它就是一个公平公正的平台，然后它有许多的玩法，开箱系统、升级系统、战斗系统，而且呢，它的箱子还多样化。非常的丰富，尝试已经得到世界冠军和我们的好朋友凯瑞根认可的武器箱 ，OK， 凯瑞根都认可啊，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抽，不用怕这是一个骗人的网站，当然量力而为，请不要上头。好，那我们就开始抽箱。既然提到凯瑞根，就这个 ECO Rush B 这个箱子感觉不错啊，冲！Rush B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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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Rush B 的时候，确实可能会需要一把 Mac 10啊，所以我觉得他给的很合理。那这个 HLTV 呢？我的新年希望是我可以在 Skin Club 抽到一把刀。还行，还行，还行。再一个，刀子 ，AK 吧，不要。这也太贵了吧，29块。赚了，赚了，赚了。就是有时候玩这箱子是这样啊，不一定要抽到刀才是赚啊。你用这个小小浅钱赢到这个20几块的也是赚啊。这个画面上你们都看到啊，当然它也有这个动漫箱，像我呢是海豚，我就来抽一个 One Piece。Hey girl, you let me catch you stay。怎么都给小枪枪呢？没关系，他给这个小枪，我觉得是小事情，因为我们。等一下，可以到我们的升级系统来做升级。这个时候，我们可以找一个人开赌啊，就找他好了。记得上一次我们好像狂输啊，这次我会赢回来。他抽11块，然后我抽1块。哇、哦，完蛋了！来个屌的，来个屌的，来个屌的！不要输啦！最后一个。给我一个逆天翻盘！我直接屌输，但没关系，大条的输了，我们可以比小条的。有，这个会赢，这个会赢。就两箱，我看你怎么输。怎么会这样子啊？啊，0.35块，0.35块的，一把定胜风，哦，会是谁？不会吧，这样我都输？你看这个其实蛮多人在玩的、啊，这个都找不到房间，有啊、哦。我的运来了，我的运来了，来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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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终于，不可能输给我，嘿嘿，没关系，不信呢、欸，好不好？我们有什么？我们有这个啊，升级 update 系统啊，我们可以这样慢慢一路赢上去。
那个人那个过去一点拜托让我赢一把，今天只赢过一把。对啦，再来！怎么可以止步于这里？今天没配个大把的回来，不开心啊！狂冲，狂冲，狂冲，狂冲！停！Make a ten。刚凯瑞跟大哥给我们的力量，我直接处理起来，全速冲！喂！停！停！你输了，连我们最引以为傲的 update 系统都输，那我们还剩下什么？逆天翻盘，有啊，醉啦！果然是这个 Crazy Man 啊 ，Demon Speed 宝箱，再来一次。啊，龙王！超可惜，超可惜！我感觉等下说哈一个、欸，挑个贵的，就这个啦，有个美女的150，最后一抽，原来是给我力量，手套、刀子，我来了，150，冲！嘎！有点亏，我的天哪、啊！但也还行呢，至少80几，不是20几啊。当然，你抽到玩到最后，你如果觉得今天运气不太好，你想要卖一卖，当然这都是可以卖掉的、啊。例如说，我想要把这个 USB 长得丑丑的，哎、欸，我卖掉，对不对？你卖掉之后，它一样会加到你的钱包里面，都可以。然后呢，我们的 Skin Club 也有。有很多的储值的方式啊，有 Visa 信用卡、银联卡、PayPal， 甚至是加密货币，好不好？相信有些人可能在加密货币有一点小成绩啊，你也可以拿那边的一点闲钱来这里小小的小储值一下。OK， 那我们今天很高兴跟各位在 YT 见面啊，希望下一次呢还可以在这里跟大家见面，好吧？大家下一支影片见啦，请敬请期待。OK。感谢大家收看，再见，拜拜。